西方史学是微观史学家称名字，是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，聚集到名字和从名字散开的线索，交织成了一张密集的网，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，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之中。通过名字作为基本的关键词，研究者才能可。从浩渺纷乱的档案中，最终对比确认其中的共同之处。有一个人名不仅能够还原个人的生活轨迹及其内在的思想情感，更能够重建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。证据范式又被称为推测范式，是指通过分析整理散落的档案文献中的琐碎证据，组织起来复原和构建历史的图景。史料总是零散破碎。